到底什么东西，看起来怪怪的。对，我这样不像。哪有？这超不像字的。这个是那个是收集的收，好不好？哎，然后还是要字典。字典字没有这个字啦，还一直写一样的东西。我的天哪！金德叔叔，金德叔叔，兔崽子，兔崽子，兔崽子的崽。三年青龙。其实你看错，你那不是龟，下面怎么这样两撇？你说乌龟的龟，你为什么写龟啊？你看这个是不是对的？我写对了，这个我刚才是说不对了，心啊，心啊，这不是心啊？你在讲什么？不是啦，就是思念的思啊，两撇而已，有没？乌龟的龟，就这个山跟思念的思啊，标准的哦。好好好，写黄字不叫黄山思，是黄仔。点不对，叔叔这边要连起来了，来打我，来打我，我压这里，我压这边，我压这边，没有，我这边。因为我问我的同学，不是同学，我的 coworker， 他们有人写这样，有人也是写这样哈，有人写叉，有人写等。我这次查过字典的，快点，谢谢，给我要一张，哥们。